Hello， 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国本，欢迎收看福气乐园。今天交通轻片哩，我说爱去公园，也爱公园里行，路轻方便哦。想爱去哪都可以去哪。不过有部分的好朋友因为身体的原因，平时出门就讲唔方便嘞，更加唔是讲爱去过远的地方来去里行老了啊。因为啊，也个原因，本里行啥发现到。你行山都讲，也能可以来推出冒充的旅游。到底乜嘢系冒充的旅游呢？今日呢，我哋特别邀请到关于你行山嘅邱副总、邱克强来到现场，同大家来了解乜嘢系冒充的旅游，佢有乜嘢特别的地方，阿睇佢阿嘅经验地位，又有两版感人的故事，今日来分享邱副总吧。主持人啊、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系喊到邱克强啊，从屏东内埔嘅过来哦，哇，欢迎邱大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。邱大哥，我想请问一下哦，你这个从事一个旅行的旅游业哦，一多年的时间啊？哦，我做了30年了。30多年、嗯，哇！看看很轻很上的，哎，没讲对一开始工作的时间就会进入一个行业了。应该安尼讲，我叫不务正业，不务正业吧？因为本身没有行业的吼，我讲科系。哦。他可能要讲奇怪，你读通学的也讲，讲出一句废话，讲每天工作的行业不一定变科系。讲起来是学生的时间，如做社团，参加社团带发通开始，做到慢慢的吼啊。是不你连毕业以后哦，从事连含作品和罗含同沙屯都还有关系。你用办公作品也可以做到同也跟沙屯有关系呢。特别作品啊，很记得吼、作品那时候有个极光日啊，参观的极光日里边会有发通、大晋级啊、猜谜啊，对吧？我做过几摆主持人。就系讲，邱大哥，你自家嘅个性本身都挺发拍，挺好一种发通嘅形式。我说你自家喺前工作嘅时间，都对一个工作嘅开始嘛，吼。系，特别前工作和看报纸，爱翻天花板嘅，天花板一看后妈嘅服务业嘅，阿弟不有度假，拢嚟签嘅。签嘅都一个很远都签到嘅，都马上都上团了，因为讲。学生的时间累积的经验嘛，都对我天数过大。我想讲，唔是讲经过头前话训练嘛个嘛个，变成讲派团的时间啦，我一开始都上团。嗰时候在学生的时间，带学生诶，人家每年咧出沙皮诶，都带咧沙皮认识，冇乜嘅冇共用，没有违和感，马上都可以接受。无缝接轨。原来安尼，第一摆带团应该有带个要紧张冇，应该唔会啦，经验很丰富诶。其实嘛会紧张，紧张我硬要一堆吼，你比如讲，我讲一讲去到那呀，地方唔熟，讲茶带茶，有时间吼。我行嘅路唔是行过嘅时间啦。你当然讲出发以前，我先问人讲，一条路多时，左偏啊，右偏啊，那哦，有时间还是会有发生错误。除了带团的人会紧张啦，今日出来搞料嘅人，今日嘅团员会紧张冇？我俩想办法，冇本人紧张。今日有咩讲？有啲冇熟悉嘅地方啊，当然啦，入边有冇嘅好料嘅，有冇嘅？讲我嘅好事咧，可能也会去讲上到蛮轻度嘅问题，怎么？其实最开始我带时最开始嘅吼，一道团体啊，对我人基本上是过依赖，过依赖，因为不管讲有啲资讯唔像更加按透明，后摆出嗰度依然唔对，唔会讲像更加买个上网看呢都有嘅，后摆都完全封闭嘅，熟悉资讯，完全另外人依赖外人。然后带一点哦，比如说饭店、餐堂、用餐，你甚至讲炒菜，多买个地方等等，他们不是那么样的清楚。我想讲，如果完全都带很多外人来带，如变那个外人都特别重要。系啊，一天我依赖你的，麻烦你的来去做规划，来安排。你看像一般的人也中央安的，不过从头到前面有讲到，俺除了一般的人，俺也有好朋友会讲，身体有咁冇方便呢，今天平时出门都咁冇方便呢，更不是讲为了出来聊哦。你怎么给球台讲，你自己在推动一个旅行的时间，我想到讲为了特别针对一个
有身体跟某方面的朋友吼、来了规划一个某创的旅游嘞。哦，讲起来我也是因缘际会了。哦，因为讲安尼行业吧，做服务业的时节，阿斯伯米同个认识一下，挨一下董事长。哎呀，一本身都身体都某方面。嗯。哦，阿某方面呢，伊同个同样个做咩30年呢？你看，那伊从公司的小妹、总机、内勤啊，啊，因为哦，伊某方面。我旁边我记得个时节，连上班吼，如伊伊哥哥啊，推毕业都留单行，毕业都下班，都逼到伊，系逼到伊。啊，伊四百米呢也够勇敢，啊四百米考上个两队以后啊，就开始就带本身伊只个路来带团。哇，其实这个身体够唔方便呢，还可以带团呢。因为因为啊，伊最重要讲也看到讲过多年推康养咧，身体还能冇方便。哎，你过想出去，啊伊。故伊也有安尼勇气啊！等伊出去时，他伊讲，他能够跨出第一步，伊嘛可以带动其他人跨出第一步。嗯嗯。安尼，佮想讲，他讲伊看到伊可以的时节，伊也本身用伊故事啊同伊讲，咪就讲，伊如可以啊，做嘛唔可以？佮想慢慢的吼，他讲伊心愿伊，啊伊也本身呢，伊为了克服也某方面，佮想讲。呀，那东西都这个动机啊，都慢慢的。啊，伊开始台湾，真的讲，莫讲台湾，连国外吼，一方面出在讲也该烦恼，讲也得某种爱的东西，吼，到底够不够，逐步足够。我来讲，他们都讲友善环境啊，友善的环境，要打造亚地方慢慢的进步，各种人多人来吼，天时地利人和了，那三个条件啊，逐渐成熟的。佮想讲，因为有安尼动机，佮想讲，我哋两个合作，都更加，也伊做安尼行业都也更加哦，也有某种爱推动吼20年了。哦，都伊推动一个某种爱，不管系旅游，也系某种爱环境嘅部分，佮都更行都更加20年。20年。哇，其实也系咧，因为做人咧年纪来讲，以前啊，可能办些时节出去吼，可能加油站啊，奈，佮无看到一种人咧讲诶，诶，无充诶设施吼，偏少啦，个条，诶，所以出去时节就真简单嘛，哦，谁来也谁摸诶两片，悄悄诶，诶，他也之后诶，注意到讲，诶，悄悄诶，米咧偏少啦吼，然后公共诶设施底背都有一个无充诶设施诶，嗯，按英国来讲吼，最难头的，我们路底下讲头摆个地砖呐、啊，是人行道啊，下面有个导盲，系啊，抢劫导盲诶，导诶，那唔过导盲地方啊，你感觉头摆人行道有冇？下面可以过啊，没有斜坡，嘿，刚刚纵使讲有导盲，啊有阶梯对人讲咪过困难啊，嗯，因为有个台诶啊，有时间咪过都冇影响，哦，阿斯伯米都好咧，那副经理董事长吼，如伊都好本身啊，伊参加诶个某种诶个评审委员啊，评鉴。伊个收入吞，我应该讲一下，这个也是头摆马英九吼，佮、做总统个时都去讲，讲诶，我们安尼身体冇方便呢啊，吼、许多内容冇方便。阿基人呢吼，我们可能有请个人来啊，一片开会如何？有时我们冇对我们行土冇方便的人，可能啊来到一地方就该困难啦，尤其有时就讲，唔系讲我哋即间人搬外来啊，带外来啊，咪讲话安样外来啊，都有困难。嗯，而且出门都有困难。系有困难嘞。嗰阵你开始呢，以同一批嘢，如嗰时都筹集嘅各个部门啊，都来开始从由上而下吼，来推广都咁多无障碍友善环境。诶，如果你某种嘅友善嘅环境来打造，阿斯伯米，我哋最简单看到他们主持人讲嘅，因为感觉更加去加油站嘛。起码佢都一定有无障碍牵手嘅。系啊，嗰种讲，一路慢慢嘅，他更严重视嘅，啊，更加有可能，嗰种讲，诶，佢简单嘅脱离讲，而家起到一啲梯楼嗬，咁咩都讲梯楼底部有几讨厌啊，你感觉隔壁路一定有斜坡道嘅，系一定有嘅，过山嘅，系，一定那个公共空间底部啊，诶，有诶可能要表示一个睇法咧，系。就会有某种爱设施的部分，要某种爱东西吼，应该来讲，每点人都可以用，每点人都可以用。啊，不过呢，嘿，看到只在某方面呢，路人不一定，强不一定优先使用。因为一个友善环境，某种爱环境吼，渐渐会成熟的，故说咱开始推动一个某种爱旅游，就有一个发展的条件嘛吼。你看啊，做了20年，我连想想20年前有安好吗？一定冇安好。哎呀，我想讲。伊连每一开始，我连唔敢讲一下
一下大家出去都无做爱需要员的部分，好，不过更加无重要啊，更加安尼需要人，越来越多。哦，古时候可以有一胎团安尼出，操，反正最多的时间吼，大家呢无做爱带过一团体杯。差不多二十公分年，哇，20公分年呢，哇，安尼其实一般的人来讲，哎，人出去老了吼，好朋友的，哎，友友啊吼，哎，十几个、二十几个，感觉无亲度嘛吼，啊，结果哎，假使讲无创个身体唔方便的年时，你看十几个，真是就一胎生的呢。错，我咱来想哦，伊连本身无方便吼，一定要加啲方便的人来。系啊，我讲有年天数，还有种个宽顿嘛。错，啊宽顿，嗰种讲我常常讲伊来。一台车，如果人讲哎，有那么差，有那么差台，有那么差一台咩坐四十人，那二十人用个台车呢？喏，我哋想二十人改的二十人都四十人，四十三。系啊，一天系个偶像，可能平常安尼想嘅案件单，安尼叫他讲，嗯，这个台最重要嘅部分，你行山系咩体检来做一个偶像嘅理由？应该讲个人体检。就是最早来做嘅提供嘅，提供你旅行嘅问题，因为我哋负责人吼，以有安尼啊，在我来讲，伊参加呢安多单位协会底部的成员啦，都有安尼需要，啊有安尼需要，有来服务到伊咧，服务到伊咧。不过呢，一开始做安尼时间吼，基本上呢都以公益为主，都天数到伊咧。刚刚同佮你同观众朋友讲一下，我两名嘅吼同宗教冇关系啊。哦，原来啊，你想讲，你行山有嘅观音量上师，系咩？同全部拢做公益。系观光旅行啊，遇到知音啊。哦，原来啊，你佢系缩写，两个啊，缩写来嘅。哦，嗰时候更加主要人应该有其他啲行山嘢，可以是睇推崇一个旅游嘅吧。其实讲有心，我想我做嘅人，每天人都可以做，每天讲我慢人做。我是感觉是安尼，一市场太感染咧，有好服务到一条无方便的人吼，每等人都可以做。佮想讲更加呢，也佮到本身如即个有差的，即个也感染花钱去投资讲打造讲一条友善的环境，本一条无方便的人，好像更加佮到嘅保姆车啊，咩打造嘅地步咩可以本一条轮椅啊吼，无障碍人安尼上车，起来方便。因为讲更加一个市场越来越多人吼，看到一个需求，人家来讲市场里一行的需求，故说越来越多人为了跳入一个市场来去做提供一条的服务嘛吼。哇，观众朋友，原来呀，某种的理由系按下来，今天推动系看到大家某方面的朋友今天的需求，吼，可以是来推动一个理由。不过一个理由底部呢，又多在某个内容，让你休息一下，等一下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。所以老了是一个轻放弃的事情，不过对身体不方便的朋友来讲，是不是也重要呢？我们继续来请教小太哥咯。小太哥，我们在推动无创的旅游的时间啊，你头头有讲到嘛，安全是很重要的。啊，你这时间在规划的时间啊，我们有一个团体在规划吗？还是有慢点在负责一个部分？一方面来讲，我们负责人有单位哦，原来推广一下地方的时间。对的，我推广个地方个事业，都我拜托来，对样个地方先对主题填来，比如讲，国家公园，也算某个地方个风景区和风景区，也地方都重点个时候，人都针对个地方来安排，可能一年，可能两年来安排。啊，不过安排前提吼，第一个交通，交通，第一点呢，我哋磨合土啊，讲参加人每个地方去接送。你接送应该都接送到那里，我想说你安排的台的一堆人来方便的地方来适合，适合以后你出发多呢，中间的经过某个地方，让我们都安排的地方从终点，地点都时间，时间呢，我们地方也不方便的人，上下都不方便，我想说我们时间都变得过
宽松一些，不能放偏上下。你有时间要长一些，要长一些，哦，不上下。唔系讲唔系讲，我哋讲哦，一度点写跑，一度点上菜，一度点出发。嗯，我哋改改简单，系咪？上嘅白嘅上都用坐好都出发嘅，系啊。有啲冇相同，冇相同嘅人一样，比如讲有人坐轮椅，哦，坐啊轮椅是上下是，系咪？有固定啊，更加讲冇冇方便你坐轮椅，地步又分分咯，可以晒 V， 特别唔可以晒 V 嘅。哦，嗰种讲要注意到。哎，啊，空间，茶摊行的空间要留俾人，可以晒 V 的当然坐乜嘅地方，啊，唔可以晒 V 的一点 V 的要表个天内，嗯，嘅超开路线上好，要都天一点，天一点当然讲我咧，我行业形成以前，我咧我先问伊讲，我先去查，向对方，哦，假阵讲有需要我咧，我先提早先去看过，冇问题，然后我将要天一点安排喺度地方。像有人唔防偏咧，讲铁点我咧俾人上厕所爱防偏，啊望看啊，我哋一点半钟左右嘅嘈杂啊，有冇？下来铁看事情用嘅呀？上偏所，有人咩咁样啊？对啊，系，反正人讲上茶系哦啦，水冇啊，下茶都来上偏所，即系一定可以嘛。人家讲吼，上茶谈故事。哦，人家系上茶谈故事，下茶都系唱歌嘅，我哋讲唱歌，都话有人咩咁样啊？咁我哋考虑讲。也地方有适合一点上偏少的地方嘛？嗯，上下茶会方便。上下茶啊，我来讲，我咧现在的传统，嘛一天咯有安尼条件。系啊。吼，安尼条件，不过也该考虑一些偏向咯，讲经一下，慢慢他个人充实诶。嗯。佮像讲有个传统啊，都是相当安尼诶。嘿。嘿。有啲空间都过太快一些。过太快一些，都可以帮下人安尼。哦，来使用的，也有也有初次工啊，连发通啊，连设计地板吼，也唔像头摆一样的，个困难。嗯，更加现在越来越多。系越来越多，变化也越来越多的，也有好处。嗯。咁我哋慢慢鼓励工人，有法有可以啊，尽量讲行出第一步。系啊。如果有第二步、第三步。嗯。冇对今日来，一个身体唔方便的朋友来讲，今日出门本身都有啲冒险的动作嘅。也错啦，唔过吼。从我哋咧经验地步吼，嗰次猫咧，伊咧行出去嘅呀，如果你有落坑人，唔讲我哋可能你改到例子也改咁痛，有咩人难得吼？如果你机会啊，落坑人，穷下，落坑人穷下，我谂住讲啊，平常人上班系咩？有时讲我请一啲外劳，哦，来看护来照顾样样，唔过趁人嘅机会，落坑人穷下时，咩都讲，人第一讲。有一年，我们可能没有本人照顾到，可是我们更加来照顾人。有一年，我们没有本人照顾到，用我们的想法的时候，其实大家当然连都讲，哎呦，连都讲更加爱装逼，有安尼事哦。啊，最看重我话伊讲，装逼来照顾晚辈的，啊，哦，因为晚辈本身都好，身体唔好，不过又看到呢家庭的和乐啊，从安尼理想地步啊，嗰度发现讲无微不至。哦，都本身他个感，都家人之间吼互相的照顾嘛，啊，本身今日那感情也呈现也个立行地步都看得，都看得出来。嗯，啊，你叫他讲，还是上家门然后，更加唔能在推动一个冒充的旅游的部分，还讲人家冇身体冇方便的朋友来请人，啊，唔能来举报，也还讲唔能自家已经有举报的青岛的路线，也还冇强的主题之后，因为将一个消息放出去，本地人来报名。按你方向抹嘅都用，啱我讲嘅，有人讲出路上嘅人，平常时啲讲话聊天用嘅嗬。系。诶，你去过某个地方冇？诶，冇呢。我哋啱冇我哋讲下，系唔系咩？我哋出街去好冇？有有啊呢。有有啊，我有啊呢。啊，有嗰时人本身冇方便嘛，有谈讲诶，特别关于旅行时候，我有嗰种有专门拍下你发通嘅，我哋来推你联络好嘛，有啲听众。哦，系。请人来规划嘅，系请人规划嘅。听一种都讲，头先讲诶，有中央单位，有地方嘅地，哦，一定要都好有规划嘅地方。希望呢，来哦，来推广我哋乌镇嘅友善环境嘅理想。嗯，同样我请人来筹划规划，啊，规划以后我哋排好嘅，因为有参加过嘅路点嘅人讯息，我们就同我哋原来已经参加过的伙伴，嗯，来讲嘅讯息啊，要首先标出去本人，哎，能看到有兴趣有时间，我来报名来参加。哦，那叫他讲，你能在推动一个冒充的旅游的时节啦。其实，可能相当系讲一般的你能旅游，拢要靠个执照嘛，同埋我规划有相关的专业。啊，你自家在规划的时节，
因为对象唔系平常嘅人哦，对于一个部分啊，唔系唔系有应该系去准备讲相关嘅执照啦，也系专业去学习。其实冇去训练过啦，我训练过讲本身带人嘅地方嘅时节，我注意到基本嘅东西，如服务嗬，然后要筛选，我两样我导演辅助人家，好听一点，听嘅中国人带模仿片，你包括视障哦。看不到的，他帮人讲，看到伊都好，唔咩？有时间看好，有一啲技巧，我扶牙嘅手肘，树皮牙，也算牙镜头被打，啊，伊人清理开，慢慢来学习到的。我第一摆带伊人时，佢前面哦，有时在查单行哦，他讲伊看我连照片，一个伊人用来看，伊人听到我讲看的时讲照片，伊人咩发照片，啊，唔过我听到牙嘅肢体佢讲。可以尊重啊，是不是美国会错过伊人看唔到呢，做嘛跟伊讲看咯。我来改变一下，改变两样的啊，我来一下听下人的做薯片，听下人有薯片吼，有卖个东西，伊人会有画面。好，啊某方面伊人，比如讲我有讨厌的时节有冇？我来讲啊，头前哦注意哦脚蹼，吼有讨厌楼台哦一道夹，你先提讲哦，伊人都答不出来呢。今天这个就有一个印象讲，你能讲的下一步，今天脑海中底部就有一个画面出来，有第二样登下一步，登下一步。啊，也如视障的模仿片呢，啊，像我讲身障的模仿片呢，你就特别讲轮椅吼，啊，有摆吼，带的家人，一家人，也太太台湾人，先生的美国人。伊替台湾做俾美国人台湾的空军的顾问哦。台湾啊，刚来到有十个月吼，我带一点十个月，是不免一地哦，我连去该长的滑坡啊、下坡啊，伊讲按你下坡的时节吼，送伊的时节啦，要之自信。啊，吃吃的都溜滑梯啊，吃吃的时节，你刚刚讲一下听抒发的时节啦，冻唔系，好，佮上我们之自信。啊，其实就都学到安尼。都学到，伊同我讲要之自信。啊，是不免呢，踢多的时间啦，我踢倒退，我反转来，反转来行，我反转来行，好，我能够有撑的力量啊，我反转来行。啊，像我来讲，有乜嘅地方的时间，嘅轮椅啊，我翘上来。啊，像我来讲，天通轮椅个重，啊，个重呢，有落过椅嘅地方都特别注意，以免连轮胎唔像我连那个诺波一般的踩嘅轮胎，你有时间嘅。佢會打滑，好要你注意到。啊，你每一年工作人員都有經過一個基礎的訓練嘛？錯，也嘛係慢慢的經驗來嘅啦。經驗累積嘅。唔講從同埋講，我哋從送茶喺佢咪？送茶而嚟唔可以曬 V A 啊，而嚟坐而嚟本身嘅輪椅當行。啊，輪椅呢唔係講以動動嚟都好嘅，因為茶行動啊，一晃嘅時間變到嚟又會咩千零嘅價。咁講而嚟本身嗬，剛才脚拢磨防片嘞，佮像磨支撑力，伊人力量提上半身，有时一下磨弯的时间啦，佮容易啊，佮连个轮椅都会打翻。佮像讲来听用呀，用安全带呀，一绑好。固定好了。固定好。头先有谈到，有在讲分享讲啊，看唔到的朋友带几人出去，带几人出去啊，几人可以用板去聊聊呢？几人看唔到的，可以用板，佮他能讲吗？啊，能讲的部分都轻松有诶咯。伊人可以用讲讲起来讲，佮落干哦。用我讲你嘛，有摆带伊人去啊吼，洗温泉哦，去苗栗泰安，洗温泉。佮洗温泉以前啊，伊就同你讲哦，因为马克鲁温好哦，浴巾咪保护个，吓。当然就讲伊人有旁边有陪伴，一定要有陪伴。啊，像我哋唱歌个吼，可以唱卡拉 OK 啊，点歌个时点个吼。旁边啊，个人隔壁就提词啊，佮歌词出来的时候都骂，个人还没请假哦，他都字正腔圆，一字不漏，也不会跑调个歌曲，都唱出来。哇，观众朋友，听个小泰哥的故事的分享，咩感觉？其实啊，身体某方面的朋友，规划好今年的旅行，其实今年出来搞了也是挺欢喜、挺安全的呢。更多精彩的故事啊，等一下休息一下，马上过来哦。
前面邱大哥分享了很多精彩的故事，哎，真是感受到讲，其实一般身体某方面的朋友啊，假使讲咱的行程规划都好，哎，今年出来老了也同样可以有很好的旅游的品质，系咪安尼啊，邱大哥？错，因为今个台湾的游山的环境啊，真来真好，他很想到安尼地方，需要呀，本人真来真看到，佮想讲鼓励啊，到某方面的朋友勇敢。行出来，真是。不过按长的时间，就在讲在安多团啊吼，除了前面讲的故事之外，应该还有其他不影响过程的吧？哦，我要拜带个台北市啦吼，沙皮克，伊判的法通啊，有的居民哦，应该安尼讲，伊本身啊，蛤蟆个汽车要烧个氧气，啊，伊经讲哦，伊讲我烧的唔系氧气，我烧的勇气。哦，伊本身吼。我七十岁，伊妈妈就是六十，结果呢，伊带顿两轮方片，带顿伊妈妈出去了。啊，等一下，应该讲，佮身体唔方便那个朋友，佮喊带顿佮就是六十妈妈出来了。哇，真是佮挺有勇气呢。佮有佮想讲，我说的唔系勇气，我说的系勇气。哇，有地方我要嘲讽了。伊啊，以后轻乐观的人哦，很乐观的。别人讲，买人有乜个发通吼，伊只要讲有时间呐，一天我来参加，一天我来参加。伊们都讲，趁人的机会，伊妈妈年纪也大耶，啊，伊可以行个的，伊讲伊行个，伊用个电动轮椅，有时伊电动轮椅背到伊妈妈哦，哇，带出去，安尼，佮想讲，看到人的情形，们都讲，安尼发通啊，其实佮读故事，从每天参加底背啊，四百米都佮好个故事，你看得到。我记得吼有一摆去英国啊，去捏头，伊个爸爸带顿生意呢，也生意呢都不方便，哦，带顿伊爸爸用书啊，我们都看到电影的场景样个，有冇？都提牙撕包呀，拿顿牙生意的书，提捏头啊，拉皮啊，用啥？用枪下呢？爸爸年纪人太白发苍苍，带顿生意呢，哦呀，生意呢很快乐，名都叫奶油冇，哇，哪个多呢？啊，四百名个人穷团地包呀，吼，咩迄个有障碍，伊请我翕相，结果伊翕丫头复制一个捏头个相片啊，得到个英国个相片的冠军。哦，如下画面，个画面底部个情感吼，情感的高丽丰富，情丰富啊，画面呢出来时有冇？伊爸爸呢头那大大声音呢，仰头看伊爸爸梳，两四级梳啊呢，头前路的拉皮盘啊。哇，邱太哥安尼分享，真是给画面都出来。安尼其实吼，对身体唔方便的朋友来讲，今年真是难得出门吼。对今年真是，新冠度啦，也系讲身体上有轻态影响嘛，做冇。佮难得可以出来，就像安尼平常一般的年轻啊，今年也会有压力啦。即有一个机会出来老了哦，可以本今年放松，甚至充电一下。哦，本今年自家真是有个正面的能量来继续明。下一次的挑战啊，也讲平时的生活，系咪安尼？可以安尼讲，因为我哋设计发通吼，第一点要讲，第带人出去，看得到、教得到、用得到，要三条件哦，看得到、教得到、用得到，用得到用了，你参与性，伊哋咩都讲，能做得到，我哋咪做得到。好像讲我哋拍嘅发通，特别讲哦，英哥捏头啦，甚至讲我哋去苏澳嘅百米木屐啊，带人去做嘅徛嘅，哦，踢出去哪下咪见角？系啊。好像讲人咪可以改放弃啊，你讲连彩绘有冇？彩绘的玻璃啊，也叫叫马克杯有冇？有画嘅时间吼，声音一样诶，画嘅卡通图案啊，咪讲。他们有他们的童心，看到人参加时，其实够感动的。系啊，因为难得讲，因为平时真是出门就已经够冇方便了。俺能有同几个行程啊，规划好好，其实今年也同俺一般的人相融啊，可以享受到很好的旅游的品质嘛，吼。错。因为今年够冇方便的嘛，今年出去老了的年数啊，同俺一般的人。穷用吗？有最少一多年，也是最多有一多年有安尼汉字么？哦，应该来讲吼，我哋一台茶诶吼，正常的茶诶可以坐四十米沙。当然我哋唔本人坐铁嘛。系啊。阿头们讲啊，我哋一到冇方便咧吼，有时候可以人坐个轮椅啊。可以晒衣啊，唔可以晒衣。第一点，
天通咧有一道台，嗯，因为个天通个太台个占位嘅，嗰种人佮伊拍咧看到个太台个游览巴士，上华个富康巴士啊，嗯、中间都可以个位啊可以擦黑，嗯，嗰种讲最多是可以坐到连同模仿片的人来讲，大概可以坐到30米以上，哦，30米以上，啊，看那个轮椅吼，嗯，佮站的数量一多台。嗰种讲，当然讲，因为一台车嘅成本又贵过，我哋也希望讲最少话用20年以上，最好最多好。哦，20年系全部都系模仿片的朋友嘛，也系包含佢哋呢卢卡人。卢卡人陪伴，哦，你们卢卡人包括在内，最少用20年。比如讲，如果讲艺人有识别模仿片的朋友，啊，佢有识别诶卢卡人，也系朋友停顿嚟倾下，错，安尼多多好一台。其实有时讲卢卡人有每一天有限。哎，万一有安尼需要，我哋会用公司嘅人脉，吼、哦嗯、来拜托其他人来听书，嗯嗯，安尼当志工，哦，有可能志工啦，也系讲公众人员，吼、哎，听书安尼，听书安尼，一定会照顾好佢哋嘅安全安尼，冇错。哦，安尼今年都开一年，对你哋有嘅行程，会唔会有其他嘅建议啦，也系讲回馈咯？喂，我中央吼带嘅沙皮曲嘅呀，有啲六港人吼，你讲。感谢也拜有安尼机会来参加，因为当初啊，因为爸爸模仿片，伊、嗯、不是参加其他正常人，我能讲过正常的团体的时候，伊爸爸参加一拜以后都唔想出来，这一点呢，咩都讲，哎呦，怪麻烦多年，也、啊、时间呢，他更要等伊，哦，啊，变呢，伊爱马路比人过做一些，嗯，变呢讲伊行的多，伊行唔多，嗯，哦，甚至讲万唔前行，伊都先退归来，更麻烦多年。是不免，因为个模式下边一出有安尼机会参加，所以也承认来讲，原来艺人公司，第一艺人公司不是有做安尼发通的，是不免都讲以后有安尼发通哦，有某个首先一定要提讲，一定要来参加，系一定要参加，有安尼，因为我哋面都讲日日改好，头先讲的只要有心吼，每点人都可以做，最重要啊，参加人有安尼勇气啊，行出第一步来参加安尼发通。当然安全，我哋会顾虑到。嗯哼，安尼真好。不过唐方来更加，能旅行社诶规划嘅大部分系国内嘅旅行嘛？安尼有国外嘅部分吗？哦，国内有我哋福建人哦，佢厉害，伊礼拜有去过欧洲。嗯，吼、哦，欧洲捷克啦、瑞士啦，吼、哦，连个西班牙、葡萄牙的地方都去过，嗯、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不是讲也去过，啊，最常去的都日本。嗯哼，啊，在这边也同个观众朋友吼讲个故事啊，有的一带出去有的妈妈，嗯，就是人说的，头摆教育啊，对日本有偏见，啊、嗯，有安尼印象，一路从头到尾最排斥的都去日本，结果有摆讲，也没有带去日本的时候讲，可以去哈。可以哈，行去到日本，唔敢随便讲法咁样样嘅。结果去嘅时候，人家见潮讲，还有日本冇，还有日本可以嘛？哦，轻松嘅再去一摆。都是讲，睇睇讲，因为我哋不管国内也算国外好，我排人哋行程以前啊，一定要问过，试下冇，哦，查嘅点嘅地方，行嘅地方，可以多嘅地方，一天出嘅路安排过十几个，嗯哼。啊，你国外同国内吼，去到安多的地方，假使讲有啲讲，我去国外来讲，我觉得有哪条国家吼，对一种冒充的旅游的部分，佮友善呢，佮方便呢？其实以亚洲来讲，唔是讲一天日本啦，嗯，哦，啊以欧洲来讲，以美国，也算欧洲来讲，出国路，我咪感觉每啲地方都可以去，嗯，因为连去嘅都去，一天啊，连安排地方啊，一天四下嘅地方，让我来出安尼团体。嗯，唔系讲带他家人出去冒险，我哋唔敢冒险。系，嗰时候其实你们不论系哪一个国家，其实你们已经有去考察过，有去规划过嘅。有规划过嘅，做得嘅，我哋让我推，让我来安排。哦。我哋还有啲高一头前提嗬，我哋叫做唔冇勉强。哦。诶、量力而为。量力而为，这个很重要。你行快乐嘅事情，我哋唔希望佢用唔快乐嘅事情发生。啊，当然个莫都预期，就像讲在出发以前，我哋尽量预防。嗯嗯。
安尼叫大家各位按叫安装的时间啊，你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，你这个心得讲，咱的公园哦，我去旅行的时间，公园有哪条地方可以去留了的无？带到也都无方便的朋友。也应该讲也都无方便的好消息，因为台湾来讲吼，除了讲山顶之外吼，山丹峰以外哦，还白山嘞，白山嘞以外，其他地方都去得的。啊、真实的吗？去得的，都可以去的。去得过简单讲，你先从国家风景区。先去看，我们台湾的国家风景区，你的北埔的观音山，哦，东北角、宜兰、多花东、海岸、山哦、纵谷，也是大鹏湾，你的地方你可以参加。因为佮政府有提拍规划，有规划好诶，亚的地方，连嗰度太闲的发通啊，季节性的活动，不管是花季嘛，干嘛个，旅游提供都一条。好的环境，本身就无妨骗人嘅。你看，人家芙蓉嘅沙雕有冇？佮芙蓉沙雕，伊设喺个沙滩地方吼。嗯。人家咩？伊哋咩注意到呀？佮像佮沙滩嘅隔壁有冇？就可能铺设个木栈道啊。哦，叫个斜坡下去啊。嘿，从一个轮椅人，每个人都可以。哦，以前唱个楼梯安尼可以下去。错。下去嘅时候，沙条沙地嘅有点长得咧。嗯。啊，人家唔会。所以其实按来讲，按来在台湾的关于旅游的话啊，每一个地方其实大部分拢挺方便的。怪方便。只要吼规划好，注意到安全，其实那按来台湾的话都可以去聊聊，除了个爱白山的啦，那个白山的可能还冇安方便。错错。冇个像猫缆又冇做那个楼梯啦、天台路上去都当过安尼。冇错。哇，观众朋友，唐海啊，近半年求他给我按来分享，嘿唔嘿都卡哦，也系讲认识。身体无方便朋友，可以有技能强下哦，可能可以落去脑波啊，教了一下本技能，这个哦，放松一下，充电一下，本这个呢更有勇气哦，请到过明年的惩罚，系咪安尼呢？今日再一次感谢，可能求大哥带来暗号消息、暗感动的故事，感谢你哦。感谢观众朋友，也希望呢有落下也算认识的无方便的朋友，勇敢行出第一步。我们一定会可以注意到帮人设计好的聊的地方，他赶紧出来，也感谢主持人。哇，好哦，安尼大家出去聊聊之前呢，强强先听听安尼先生来运动一下吧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你能给你运动的吗？请放下来，同永清先生来做运动哦。先生今天教大家的是伸展瑜伽，你能准备好的吗？请放下来，同先生来做运动的哦。今天来同先生来做暖身运动哦。舒大口来冲用压呗，再大口。好烘了耶，展翅，左右来开合，嘻嘻，跳嘻，飞行的，跳嘻。再来吞个数，好，用个五个叶位，做一个前、旁、后、旁、前、旁、后、旁，弯片前、旁、后、旁、前。好，慢慢呢，来做一个弓箭步，延展你的大腿，好，竖，快用下去，弓箭步，可以发在下去，
树边的天台下。快开下来，再弯片，另外一脚在前面，你的腿部的延展伸展，你的抬腿的滚圆，好，两脚可以用下来趴下，好，树冰的你的天台下，你的胸口的两片，好，起起的时间，好，摩臀跳起在上面撑风来，你的树会顺势撑风来，跳哪块后背上面，紧紧绑床，从阳江山呢，好，做停留。嘻嘻，跳起蹦下来，好，我记得上面时间的师傅要夹紧哦，夹好来哦。好，树打开，嘻嘻，跳起在上面撑好来，训练的腰臀的背囊哦。我可以绑到我的喉咙。做停留，好，起起，跳起，慢慢的下来，好，再摆起起，跳起上，好，紧加，一臀强度拉强咯，好，来表述，可以发。再看你的前面，再回来，再放下来，再弯片，好，侧身，回来中间，放下来，再慢慢的数。再来通作两十数中的后背，好嘛，变安尼咧望床哦，望床咧竖，配安尼咧望床咧哦，翅膀用诶，好，肩胛臀咧脚，上空来，鼻空来哦，好，慢慢的下来，天一摆来，起起，跳起，用轻量绑高哦。我们刚刚的师傅跟娘哦，训练的臀部的肌肉哈、哦，臀大肌啦，起起，跳起，慢慢的下来，好，紧张，弯你的上半身，仰红来哦，起起，跳起。慢慢下来，起起，跳起，慢慢的下来，起起，跳起，好，起起，跳起，松，慢慢下来，起起，跳起，慢慢的下来，好，紧加臀的竖，把那的脚踝。天鹅，啊，鼻哥，鼠标，
慢来放风来。哟，你好不贴个。慢慢来下来，增加两只脚。那翅膀呢？我们大天鹅的翅膀要比红了哟，嘻嘻，跳嘻。慢慢来下来，开始做可能没办法按高，唔怕，我们慢慢的做，好，嘻嘻，跳嘻。再摆来起，跳起，脚轻轻踢高，慢慢的下来，来来走，一个婴儿式的缓和，去跳竖空来，我们师傅坐下来，竖绳车，再绳车。在前面大车，轻松哦，没瀑布的哦，不可以变成你哦，我慢慢的尝试。好，一节一节放下来。好，我们来再复习一摆哦。起的动作，娘姜撒，都是娘的进来下，竖状体，两两个胸口，好起起，跳起，将近半高，用竖。弯片，好，慢慢的过来，好，嘻嘻，跳嘻，变速，弯片。路边的小鬼，嘻嘻，跳嘻，脚硬红来，慢慢的下来，嘻嘻，跳嘻嘻，好，路边的前面，好，再吐那脚，脚红来，大天鹅来。嘻嘻，跳嘻，下来，嘻嘻，跳嘻，慢慢的下来，好，婴儿式休息，放下来，吐那脚。身体大侧，你手背延展，好，慢慢的一节一节放下来，好，放下来，起好，起起，跳起，今天的动作好不好吗？好不好呀？明天如果来屯新上周运动哦，好好运动，俺们下次
咱来了。